我敢看唔到，亚玲，你看，你转去加一颗啊？无啊，这人事命令，敢咪是假的啊？我一个菜鸟啊，雄雄让人调去遐尼啊热门的加一颗，安尼敢有合理？而且我之前有听学姐讲，足侪人拢想要调去博文的门诊，哪会选到我啊？所以。这不是你自己申请的，当然嘛不是。你袂记得我本来是想要应征大夜班，赚较侪钱啊。啊，不过即马雄雄，予人调去白班，我感觉问一下大夜班的组长啊。无代志啊，我甲人事主任做协，我替你问。啊，好，多谢你。安怎？是不是摸唔着啊？你甲伊对有实在哦？无啊，我哪有可能实在迄种大人物？啊，不过人事主任讲是伊对的助理替你安排的。这边哪有可能啊？我无请人去管事哦，我就只是一个普通。伫个诊所做过几年啊的小护士尔，我能力嘛无比别人较好啊。可能哦是看你做认真呢，所以哦就予你去上热门科斗三工。你是安怎拢为歹迄边去想啊？有这种好康的，将来拢无我的份啊！啊，不过你不是讲你要欠钱？你若是正常跟诊的话，就无遮尔侪津贴啊。我是咧想，我若是真正调去白班，那安尼暗时我还去兼职做夜间看护，安尼嘛会赚较侪钱啊。不过，唔知影我敢真正有遐尼啊好运。哇，你较清楚啊！你既然拢想着搁较好的拍算，就去做啊！你就当作是天公伯啊，甲你补偿。你有大方收落来啊！好啦好啦，我知影啦，出听的，是真的，是真的，我真正互你拍败哦。那安尼以后，我唔敢来赚较侪钱，我调去白班，万一常常看到你，我就要做你甲部门的电灯泡。啊，唔是，伊即马是我的 boss， 我应该叫伊江医师。大家拢是朋友啊，免遮尔客气啦。你甲博文真正是我的贵人。萱萱收到人事命令啊，伊足欢喜的，请伊伫有咩烦恼，我会加照顾伊的。江医师，啊 ，Boss 好，以后我就要跟你的门诊啊，请多多指教。你看到人事命令啊，无你哪家领情？啊，病院内底护理师调来调去，真正常啊，对不？萱萱啊，加一颗就跳没有，你要有心理准备。好，我一定会认真拍拼。对啊，等下要去倒位买菜。哦，失礼了，我袂记去甲伊讲，我阁有患者要处理。会较晚的，可能爱你家己去买菜啊。无我陪博文去好啦。我顺便应该问伊，加一颗到底是偌恐怖？好啊，那恁恁先去买菜，我先去博文。对啦，你阿敢有好穿？好穿啊！我这几天啊，拢是只想拍拍照，脚拢袂疼。啊，对啦。安怎？我听人讲，袂瘾送人鞋啊，代表是叫人走路的意思。哦，我无迄个想法啦。啊，迄天哦，你着遐歹去啊，我袂当哦，你烫只脚对无？我了解啦。啊，
我安尼好啊，我给你十块，就当作迄啥呀，是我给你买。免啦，现在客气。袂用的啦，你收落啦，不要紧。好好，来，我来收起啊。喂。啊，好好好，我现在水果，好好。我问，拍摄啦，我明天去领导吃饭啊。我男朋友讲，伊现在巴肚枵。那你就直接叫伊，跟咱做伙吃唔就好啊。我看也是林工啦，伊嘛喊你回来。啊，对啦，你帮我甲林工，我下摆再过去。好，多谢，拍摄，拜拜。啊，萱萱跟院长到底是什么关系？院长有什么安尼特别照顾伊？